为了在世界巡回演唱会中有精彩的舞蹈表演，蔡依林专程飞到了洛杉矶，展开为期两周的魔鬼训练。其实不止天后重现视觉效果，这几年舞蹈已经是各项演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热情的姑娘，公子千百样，闪闪花帽，人人爱的狂啊！原来，哎，小安，像这边拍子就是这样卡卡才对 ，OK 吗？是 Ham， 别看表演时他不是站在最抢眼的位置上，但其实他才是整个段落的灵魂人物。我终于听到有一组不是跳韩国音乐了，对啊，对，因为我走的比较欧美线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什么舞都会一些些，就街舞啊，然后科班生，因为我是科班生，科班舞，所以在商业的应用上会很方便。的确，不光是位舞者，在别人眼中 ，Ha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编舞功力。而且因为熟悉的舞步够多，必要的时候，这位好朋友口中的阿基几分钟就能搞定临时任务。阿基，你怎么在这？两天后。我觉得有个不好预感。你就两天呢，你确定可以？你可以，我就可以。好，你编得出来，我就可以跳。我想一下，给我一分钟。这么快？我觉得我蛮会教的。我不敢说我很会跳，就是很强于谁，可是我觉得我蛮会跳的。右左关开，右左收，右回头朝天蹬。你要超大声。不只能够快速编舞 ，Ham 还有个外号是女明星的御用编舞师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女王戴皇冠，秀出锁骨这一块，秀出去，对，脚再收起来，真的太少女了。这样，对。看他编舞，看他教舞，好像真的很简单。私底下 Ham 就说，要怎么形容他们的辛苦呢？哎，悠悠，像这边手要先举起来，然后再放。真的就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一开始比较半吊子出来，从高一开始跳舞，有开打工就去外面上课，然后上课之后认识了一群很会跳舞的朋友，然后就一起练舞。我一开始跳舞是没有力气的，然后我后来是先把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很有力气，再去找哪个动作是不需要力气的，然后再从那边去放松。先懂得肢体动作，再融入吸引的节奏。过去的伴舞，现在已经是镁光灯下的目光焦点。